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台北建中学会的同学，你们有38位到新加坡来参学。我非常感谢。其中有一些呢，是我们图书馆的老同学，自从馆长往生之后，我要求图书馆4众同学至少要维护馆长在世这个规模3年，不要改变。这是我们对馆长30年护持的恩惠。而实际上呢，我们只做到1年。馆长往生周年之后，图书馆就产生变化了，变化的太大了，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原本的构想是馆长往生之后，这个弘法的事情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那么当时我们有4个重点的道场，所以我就当时这个私下就分配每一年在台湾3个月，在美国3个月，在新加坡3个月，在澳洲3个月，用了时间这么分配。就图书馆产生这个变化之后，我们不能不离开，而且陆陆续续的时候，全部都离开了。这是我怎么想都想不到的，也是馆长想不到的。馆长不但希望这个道场永远做弘法利生的事业，而且还一再告诉我，连美国圣何西的道场也要永久维持下去。这一切呢，我想也都是佛菩萨的安排。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人都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决定没有怨言。那么在新加坡，有李牧原居士热心的护持，全力护持。不但我们在此地把佛法、把道风、学风建立起来了，而且能够推展到社会，各个宗教、各个族群，也许正是这个使命，使我们越情一念的旧道场不能不离开。我们从事这一个大事业，融合族群，团结所有的宗教，这个工作我们在新加坡、在澳洲落实了。澳洲它是由政府
主动啊，在带动。啊，我到那边去，他们非常欢迎我，啊，几乎澳洲啊这个宗教族群大的活动，他们一定邀请我，啊，我也一定呢到达参与，啊，帮助他们来推动。所以明年我们计划在澳洲访问呢各个不同的族群，啊，就像我们在新加坡访问各个不同的宗教一样，啊，我们要把佛法的理念推广。啊，古时候印度教的领袖、学者有不少都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他们比我们出家的法师还要虔诚，还要认真，依教奉行。啊，他们是婆罗门教，是印度教。啊，他们喊出来的时候，是佛从真理，大乘佛法是真理，反对虚伪。啊，虚伪就是做假的。啊，所以他们自己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依旧是印度教婆罗门教的长者，是他们宗教领袖。但是他们非常认真地来学佛，这是我们今天推动宗教和谐最好的榜样。所以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我们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任何不同的族群，任何不同的宗教，都应当修学佛法。佛法是叫人开智慧的，明事理的。我常讲啊，佛教人有三个目标。第一个，教导我们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啊，今天人为的灾害从哪里来的？人与人不懂得相处之道，啊，造成的是人祸。第二个教学目标是人应当如何跟大自然相处。啊，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有天灾啊。天灾人祸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做人，不知道与一切万物相处造成的灾难。懂得做人的道理，你到处会受人尊敬，受人欢迎，人祸没有了。懂得跟大自然相处之道，决定不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天灾就没有了。第三，佛教导我们人应当如何与天地鬼神相处。啊，这个话要讲近一点，就是说人应当如何与各种不同宗教相处。
佛教导我们，对于任何宗教，他们所崇奉的神明、神圣，我们都要尊敬啊，平等的尊敬。啊，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我们要平等去做啊。这三桩事情做好了，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啊，人人都想幸福。这是佛陀的教诲，所以佛教里面没有界限，啊，不分国土，啊，不分族类。不分宗教信仰，不分彼此，啊，互相尊敬，相亲相爱，互助合作，这是佛法。对个人修持来说，啊，佛教导我们也有三个空。啊，第一个，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我们应当要懂得啊，什么是恶，什么是善，首先要认识清楚，要辨别明了。佛家所讲的善的标准，凡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是善；恶的标准呢，凡是自私自利的，这是恶。所以要根绝自私自利啊！所有一切的想法、看法，都要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啊，你功德大小，是看你影响的面。影响的面大，你的功德大；影响的面小，你的功德小。影响时间长久，这功德大；影响时间很短，功德小。啊，影响社会人心深，这个功德大；浅就功德小。啊，完全看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影响的面呐。我们要懂得。啊，恶的影响，那个罪业就重了；善的影响啊，你福德就大了。吉凶祸福，都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呢。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第二，教导我们破迷开悟。这个是佛法教学的枢纽啊，教学的核心呢。必须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改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太多了，啊，中国古圣先贤只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行，这一部经够了，啊，600卷大般若所说的一切细节都不出《金刚经》的范围啊，所以中国人喜欢读《金刚经》。《金刚经》文字不多，只有5000字啊，从头到尾念一遍是15分钟啊。要念得熟，要记得牢，常常拿这个经典教训来反省。
反省就是我们佛家讲的关照。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经上所讲的对一对。如果相应，你是正知正见，啊，你是菩萨心。如果违背了，那我们就错了，错了赶紧改过来。啊，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对于世间一切事、一切物，不要认真。啊，佛教给我们随缘，决定正确。啊，随缘是佛菩萨心啊，攀缘是众生呐。啊，诸位一定要晓得，攀缘就是造孽，就是造罪呀。啊，随缘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随缘。啊，我们看这个《华严经》。末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53参，你看看人家那个生活过得多么自在，多幸福，多美满。什么原因呢？随缘而不攀缘。攀缘是我心里要想怎样怎样，这就坏了。啊，叫别人随顺我，这个错了。我要随顺大众。随缘里面能立相啊，那就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立相什么？决定不放在心上，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觉。用心，这佛在一切大乘经上教导我们，用心要像镜子一样。啊，我们每天照镜子。啊，照的时候，镜子里现我们相，我们离开了，镜子里头干干净净。决定不染，啊，用心如镜呐，啊，用心不能像照相机的底片呢，照一次就落一个印象在里头，这个很糟糕啊。落在里面就有是非，落在里面就有得失，就有利害，这个东西就会发生冲突，啊，这个冲突就造业。这是迷惑颠倒啊，不知道它是虚妄的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再亲爱的人，也是如此啊！不但是事过境迁，不落印象；正面对面的时候也不落印象。你们想想，我们照镜子，镜子现我们像，镜子里头有落印象吗？没有啊。照得清清楚楚，他真的不落印象啊！用心如镜呢，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这个人就是彻底觉悟的人。啊，所以用心如镜的人，这是真心的，他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真心流露啊。真心里面的大爱是慈悲呀。你看一切宗教，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佛慈悲，菩萨慈悲。啊，慈悲就是爱呀，结合所有一切宗教家所说的，啊，这个宗教创教人所讲的，总归结一个真诚的爱心。就菩萨道落实在世间，落实什么？落实在真诚的爱心。世间人不懂得爱，世间人只懂得情，没有爱。啊，执着在情上，迷在情上，所以他日子过得很痛苦啊。他要懂得爱，他的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啊，爱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情里头有啊，情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就一看的是六道凡夫、三恶道的众生。
啊，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慈悲，这种爱，我们一看，圣人，不是凡人。啊，他的慈悲，他的爱是真的，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啊，不是从情识里生的。所以，佛教给我们，转迷为悟，要从根本上转，转情识为智慧。啊，智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智慧里面没有情。情是什么？情就是智。迷了的时候就叫情，觉悟了的时候就叫智。啊，你们常常听到佛家讲啊，烦恼即菩提呀。烦恼是情啊。啊，迷了的时候啊，菩提变成烦恼了，变成情执了；觉悟了的时候，烦恼变成菩提了，转变呐。啊，不是说烦恼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菩提也没有了，转变了。啊，所以从根本上做个转变，啊，把情识转变成智慧，你就超凡入圣了，这是达到佛法教学最高的目标了。啊，神爱世人。佛慈悲一切，对一切那个慈爱是平等的，绝对没有说厚此薄彼，没有啊，平等的。平等当中，为什么有的人好像特别他爱护一点，有的人还距离很远呢？那这是思想上确实有，不是不平等，因为你的情执太重。佛那个爱加给你的时候，你就执着更重了，它更可怕了。所以保持距离，越远越好。你要是没有情执，这个分别就没有了。所以情执越重的人，佛菩萨对他距离越远。情执越轻的人，佛菩萨距离近。为什么呢？他不碍事了。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懂啊！你看世间，我们在报章杂志讯息里看到男女的情爱，彼此双方方执着，到最后变成冤家，变成对头，变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这错了，大错特错啊！仇从哪里来？仇。最初都从恩爱来的，由恩爱变成仇恨，执迷不悟啊！所以诸佛菩萨他们有大智慧，他们很清楚啊。情执重的人必须跟他保持远距离，不是没有慈悲，不是没有爱心，那是真正的爱心啊！不让你产生了这个过失。这是真爱，所以我们深深体会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的恩德。我们从这个里面学习，从这个里面得到智慧，得到安乐，得到幸福，得到美满。我在早年，我最早亲近的张家大师，我对于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我在任何地方，讲经教学的道场，我老师照片都挂在这个地方。就如同老师跟我在一起一样啊。张家道士告诉我，真正发心，为佛法，为众生，
你的一生，佛菩萨给你安排。啊，你自己一点都不要操心，我对老师的话相信。啊，信受奉行的，所以我这一生当中遇到顺境，我很喜欢；遇到逆境，我也很喜欢。为什么呢？佛菩萨替我安排的，佛菩萨要我做些什么事情，我认真努力去做。啊，不辜负老师的教诲呀，尊师重道。老师都是中国人啊，所以我在中国，在他们的故乡，方东梅先生的故乡，我给他建一个电脑教室啊，东梅电脑教室，纪念方东梅先生李老师，山东济南我们在山东大学给他建一个纪念馆。啊，张家大师是内蒙人，我们现在正在沟通，跟内蒙古大学，希望在内蒙古大学里面建立一个张家大师纪念馆。我们要报恩呐，报老师的恩呐，要教导底下一代呀，不可以背时叛道啊，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韩馆长护持我们30年，我们今天成就得利他的护持，所以我们把他的照片放在对面。我们教学讲经，他都在听他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道场，许多人见到，来跟我说，那馆长常常在。去年2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人看到馆长带了几个比丘尼坐在前面，有2、3位同学见到，来跟我说。一直护持这个道场，没有离开我们冥冥当中保佑我们这是正法道场完全依循佛陀祖师大德的教诲以正法觉悟一切众生。我们今年的温馨晚会，目的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我们将大乘佛法介绍给各种不同的族群，各个不同的宗教，没有一个不欢喜啊。如果机缘成熟，此地唐城我们真的要接收下来了。将来是9个宗教的活动我们都在一起了，非常密切了。真正看到宗教的大团结，种族的大融合。新加坡在全世界这是一个点这个点很重要啊。族群、宗教的融合，就从这一点里面孕育出来的。希望逐渐扩大影响，能够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到整个世界。逐渐呢，照这个模式来推广。那么，
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消灾免难，幸福美满的生活真的可以落实。所以我们在种种痛苦煎熬当中，特别提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无论别人用什么方式对我们，我们都感激，我们认真反省，如果是过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敌视，没有轻视，我们都尊敬，我们都感激。请看《感应篇》第80节：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这以下是阴藏之物，注解里面第一段说得非常好，凡人荣贵皆非偶然，借其习有善缘，俗之德本，更其祖宗积德，乃能如是。是见之者当其追慕之心，非慕其荣贵，实追慕其前修也。我们就看这一段，这种恶意情执，古今中外皆有，不但人道有，畜生、恶鬼、地狱里头也有，这是迷执太重。世间人哪一个不贪财呢？他要不贪财，他就不是凡人，他是圣人。凡人起心动念为烦恼所盖覆，什么是烦恼？贪嗔痴慢，凡夫生活在贪嗔痴慢里，他怎么不苦呢？贪嗔痴慢的心念能不能得到富贵荣华呢？给诸位说，决定得不到。注子里头说得好啊，佛菩萨如是说。我们再看看每一个宗教，他们的上帝、神圣也都是这个说法。富贵荣华不是偶然的，都是过去生中培植的，
佛家讲得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你要想知道你前生修的是什么因，那么你这一生呢，你所得到的你所受用的就是果报，所谓是种瓜得瓜了，种豆得豆啊。你前世种的是什么啊？这一生的受用，这一生的享受，这一生的际遇，就是前生造的因。佛又说了，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那你要想知道我来世怎么样，啊，来生好不好，那就看你这一生所造作的了。你这一生种的善因，你来生一定得善果。这一生呢，你的心行不善，来一世哪里会有善果呢？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懂得。佛给我们讲财富，你这一生发财了，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啊，你是经商也好，做工也好，啊，从政也好，啊，今天我们都知道，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收受贿赂。收受贿赂还是命里有的，那命里没有的才收一点，马上就出了事情了，就触犯法律了，接受法律制裁处分了。贿赂收的再多，一生都没出事情，命里有的呀。他不受贿赂啊，他命里还是有那么多财富，不过什么呢？来得晚一点而已，只是早迟的事情啊。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啊，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自己细心想一想，我像不像是个富贵的命？再仔细去深思，我该不该得富贵？大家念过《了凡四训》，你看看了凡先生就能够反省。这是聪明人呢，这是有智慧的人呐。佛告诉我们，财富是怎么修来的呢？财布施修来的。佛劝我们种福啊，世间有三种福田。是我们种福修福之处。第一个福田是父母，父母是恩田呐。孝养父母的人有福了，
第二是奉司三宝，三宝是敬天。可是三宝啊，要重实质啊，不重形式。这个道理，几个人懂呢？明理的人懂啊。我在讲席跟诸位说过几次。现在新加坡的纳丹总统，我很钦佩他。他告诉我，他很尊重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这句话是内行话了。我们佛门里多少出家人都说不出来。所以三宝要重实质，不重形象。这一次台湾遇到的大地震，南投埔里一带许许多多的寺庙都被毁掉了，在地震当中毁掉了。有人就问：这么多修行人，为什么还遭这个难？有人告诉我。人家问悟道法师，悟道答不出来。其实很简单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换一句话说，重视真修啊，不重视外表啊，外表装的那个样子不行啊。参云法师也住在南投。地震区这一带了，他的道场为什么没事呢？他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呢，自自然然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嘛，真修行。前几年，我听说世华印刷厂仓库附近遭遇到火灾，他那个房，仓库周边四周围的房子通通烧掉了，只有他仓库没事。仓库里面放的是大藏经，刚好印好的大藏经。放在那里面。有龙天善神守护我们深深相信他这一批经典，决定起很大的作用。必然将来供养是真修的人，祖师大德才会有善神。守护那么经的数量很多，散在四方，不知道哪个地方有真修行人所以建一个寺庙，穿着上出家人的衣服，这种形象、心形都不像佛菩萨。这个没有用处。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讲了，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遭难还是怎么遭难。所以真修实践试问问，我们有没有孝养父母的心？有没有？孝养父母的行为，你做到了没有？
是不是真正的恭敬三宝？恭敬三宝，天天香花水果供养，每一天磕3000个大头，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没有用处啊，假的呀。我们拿什么来供养三宝呢？要拿真正的修持。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了没有？佛讲的太多了。我们选择了5个科目。净业三福做到没有？六合敬做到了没有？三学六度做到了没有？普贤十愿做到了没有？其他的不说了，就这5个科目，我们都能够做到，就是奉事师长。这是真正皈依三宝，敬田里面种福了，这个福大了。第三个是悲田，悲田是救济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种福啊，所以你财布施得财富，着相布施福报，立相布施功德。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世间人都贪图财富、聪明、健康、长寿，这是果报啊！你不肯修因，哪来的果报？你要想得果报，一定要懂得修因呢。所以财。越布施越多，布施是修因嘛，你因修得多，果当然多啊。法布施多，聪明智慧增长，无微布施多，无微布施是真正以慈悲爱心照顾一切需要照顾的人，年老的人、残障的人，需要照顾，需要帮忙。你真有这个心呐，遇到了真肯做啊，你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佛菩萨教诲我们，所有宗教神明都教给我们，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不义是不应该得到的。不义之财你要得到了，往往有很难想象的灾难，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都很多啊。前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澳洲政府准备立法禁止赌博，
现在澳洲在电网络上发现有赌博的行为，许多人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离婚、自杀，造成社会严重的损失。他们要制定法律来禁止，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这是一个真正保护人民的措施。我们从《了凡四训》里面得到启示。袁了凡做县长的时候，发一个善心，减免全县人的田赋，就是田租，减租，几十万人得利益了。他这个一举啊，就行了万善澳洲政府这些官员，他们懂得这个道理，立这个法来执行，这一念呢，也是集万善都不止万善多少人的利益了。没有一个宗教不禁止赌博的。中国古圣先贤苦口婆心劝导大家安分守己，积德修善，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哪一个人发财是靠赌博起家的呢？哪一个人发财是靠偷窃起家的呢？古今中外找不到啊！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知道事实真相。佛菩萨常常教给我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我们在其他宗教典籍里面也看到，所以神贫，贫是物质生活。不丰足神精神生活充足。在中国，儒家孔老夫子常常赞叹颜回。颜回是物质生活贫乏，一箪食，一瓢饮吃饭连饭碗都没有啊。用竹子编一个箸篓盛饭，喝水连个杯子都没有用个葫芦挖空的时候做个瓢来喝水，贫穷到这种程度，这贫可是颜回之乐，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他乐着。落的是道安贫乐道这是圣贤之路
贪嗔痴慢的烦恼通通断掉了。啊，他的乐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他的心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呀。这个境界谁能想得到？谁能体会得到？这是他学养的功夫，智慧的圆满。读书学佛，无非是提高这个境界，让我们在这里的真乐，物质受用是假的乐。我们讲习当中也讲过多少次，这种乐等于世间人吸毒打吗啡，不正常的乐，正常的乐是觉悟了，明理了，了解事实真相，这是真乐。啊，决定不在物质生活的后部。而在自己的心地清净光明，遍照法界，表现在外面，佛家讲一片慈悲，啊，基督教、天主教里面讲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他们表现在外面，神圣表现在外面，是大爱啊！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神圣们对众生的帮助，着重在帮他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要从根本上帮助。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破迷开悟。苦从哪的？苦从迷来的呀。乐从哪里来的？乐是从觉悟来的。佛菩萨、神明都有神通，他要去赌博来稳赢钱嘛。为什么不用这个手段？啊，多赢一点钱来布施做好事呢？这是个不正常的手段，这是个罪恶的手段，所以诸佛菩萨神明绝不采取这种手段。啊，佛菩萨教人是从正面的，不是从负面。这个做法有流弊，会害人。佛菩萨决定不做。我们要学佛菩萨，就要从这些地方学。一定要去，要修的是正法了。正中之正，啊，正中之邪，除非在很不得已的那个手段之下，决定不用它。啊，所以诸佛菩萨有神通，神通能力太大了，但是决定不用神通，用教学，用示范。啊，为什么呢？这里头没有流弊。啊，如果用神通，我们晓得
妖魔鬼怪也有神通。啊，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众生，众生会受迷惑，邪正不分，魔佛不分，这个麻烦就大了。魔有的能力，佛有；佛有的能力，魔没有。心善行善，以身作则，魔做不到啊。以正法呢，劝告大众，魔也做不到啊。佛与魔的分辨，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我们跟佛学，决定不能跟魔走。财富、智慧、健康、长寿，一定要遵从佛的教诲，决定可以取得。违背佛的教诲，用非法的手段去取，纵然得到了，灾难还是在后面。你不能保有，不能常想。所以我们读了这几句文的教诲也感慨非常之深啊！我们一生绝不做非法、违背佛陀教诲之事，这样就对不起三宝，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一切众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